为我承受，恩典如海，赦免温柔，使我受苦时，你仍拥抱着我。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如经上所记，
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同将宰的羊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赐下上帝和的手，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。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无论是生命或死亡，快哭啊！